2018年5月27日傍晚，在黄陵县的一个路口，一名打扮入时的女士上了一辆银色轿车，轿车很快向县城外驶去。2018年5月28日15时，一名自称叫傅波的男子慌慌张张地来到陕西省黄陵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的妹妹不见了。当时这个受害人家里边家属来到我们城区中队报警，说是家里这个受害人，当天下午的5点钟，从家里出门以后，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也找不到。据傅波说，自己的妹妹傅瑶是一家事业单位的会计，27号晚上应该在单位值班，但是却没有去上班，28号依旧没有到单位上班。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单位打电话询问家属，这个受害人没有来单位上班，然后家属及时就找到这个受害人住的地方，然后通过观察，受害人他的包和房间的钥匙全在家里边床上放着，然后手机没有在，然后人也找不到。傅瑶无故失踪，让他的哥哥傅波心急如焚。傅波尝试与傅瑶取得联系，但是傅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直到28日下午，傅波越来越感觉不对劲，于是到公安局寻求帮助。因为也不到立案时间，然后我们询问了这个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以后，然后我们大队给大队反映以后，大队领导及时做出反应，是我们提前介入调查。傅瑶44岁，离异，有一个在西安上高中的儿子，平时自己一个人居住，日常工作勤勤恳恳，不会无故旷工。警方对傅瑶的家中进行了查看，发现家中房门没有锁，傅瑶随身携带的皮包、钥匙、钱包等物散落在床上，但钱包内的现金以及手机却不见了。傅瑶的失踪会不会是一场图财的抢劫行为呢？客厅了，其他地方家里还有贵重物品没有翻动，光就是那个床上有点异常。我们当时做了多种的设想，盗窃了，这种尾随抢劫了，或者这种正常的离家出走，然后都做了各种设想，然后我们逐条进行排除。警方在去傅瑶家中调查的时候，获知了一个情况：当时傅瑶的家正在施工，要在原有的高度上加盖2层。按理说，傅瑶的家中正在施工，他没有理由出远门，而且钥匙还留在了家中。如果是被尾随抢劫而导致失踪，也有点说不通，因为只有床上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其他贵重物品都没有动。警方一边寻找傅瑶，一边探寻真相。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独居女子离奇失踪，半夜屋内却出现灯光。发现有人进入这个院子，然后回到一个受害人的房间。言语矛盾的装修工人与失踪案有何关联？如果他侵害这个受害人，那么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他。谎言不断，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由于当时傅瑶家中正在装修，警方首先便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装修工人身上。很快，警方了解到有一名工人是住在傅瑶家中的。在修建过程中，因为晚上院子里边有些建筑材料需要人晚上要看守，然后所以说每天晚上有一个工人固定住在那院子。院子大门也没有修，说是必须有人看。这名装修工人姓马，黄陵县本地人，平时以承包装修工程为生。在询问的过程中，马某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傅瑶在27日晚上回来过。工人向我们反映，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有一
他当时在家里边洗脚，发现有人进入这个院子，然后回到这个受害人的房间。马某说，他曾隐约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付瑶房间，此后房间内还传来了水流的声音，听到房间里边有水流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好像听到门响了一下。据付瑶的哥哥介绍，付瑶有晨练的习惯，而按照马某所说，第二天早上5点听到了付瑶的房门响，那极有可能是付瑶出去锻炼了。警方马上到黄陵县晨练人员密集的公园去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还有人反映，就是第二天好像在人工湖有一个，就是在黄金陵一个工人，就是反映这个人工湖好像早上锻炼见到这个受害人还在人工湖锻炼。这名工人说曾经见过失踪的付瑶，这跟付瑶家中工人马某的话互相印证。根据这个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次初步判断，受害人有可能，因为什么锻炼或者从家里出去以后，走到哪？如果马某看见的人以及人工湖边出现的都是付瑶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呢？带着疑问，警方继续寻找线索。这我们也花费了一段时间，也将那个情况进行了排除，排查也就是。这个那个工人说的话应该是前几天，只是案发前几天好像应该是见过这个受害人在人工湖锻炼。原来是人工湖附近的工人记错了时间，他并非是在5月28日见到的付瑶，而是在更早的时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人员也有了新的发现，警方调取了付瑶家附近5月27日19点到21点的监控视频，即5月28日早上6点到8点之间的监控视频，并没有发现付瑶的身影。这说明当晚进入付瑶房间的并非付瑶本人。那么工人马某是因为没有看清，还是明知实情故意说谎？看见有个人，事实也进到房间，然后也没有看清到底是受害人还是其他人，也确实听到了这个声音。我们反复询问他，他说的情况都一样，就是确实也听到有人在房间里边有进房间拉开灯，然后有水流的声音。付瑶家房屋装修的工程并没有因为他的失踪而停工，工人们还在继续修葺房屋，而住在付瑶家中的马某也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们判断，因为他没有这个作案的动机，因为他本身就在这个院里住着，如果他侵害这个受害人，那么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他。视频监控显示，付瑶并没有回到家中，那夜里来到付瑶房间的人又是谁呢？此时的付瑶已经失踪2天，家属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大量的寻人启事，付瑶家人发布的寻人信息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关注，并在县城内引起震动，导致猜疑不断。工人马某在27号晚上发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曾经去过付瑶的房间，付瑶床上杂乱的景象应该就是他造成的。他是进入付瑶房间的小偷，还是和付瑶失踪息息相关的知情人呢？这一切都要在找到那名神秘人之后才能够得出答案。出现转机，被害人并非单独出行。这个女主人还打电话又叫来了一个男的给她帮忙出主意。谎话连篇，神秘男子是否欲盖弥彰？谎言不断，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黄陵县是一个人口并不多的小县城，付瑶的离奇失踪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简单就是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然后继续再扩大侦查范围，把这个受害人经常出入的地点，他活动的区域，包括他上班沿途经过的这个路段，就是用视频或者是这个监控进行逐一排查，就是了解当天下午这5点
这个受害人从家里出走以后，究竟他去了什么方向？在警方的询问过程中，一名同样在给付瑶干活的装修工人突然回忆称，付瑶离家时并非独自一个人，他是和一名开银色小汽车的男子一同离去。他们就说到，说是当天下午3点多，这个女主人从单位回来之后就回到家里，然后就和当天不是他们家里修房子要安装这个大门，就和工头在讨论这个大门的安装的相关事宜。啊，当时这个女主人在现场，啊，然后期间在安装这个大门的相关事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女主人还打电话又叫来了一个男的，啊，给他帮忙出主意。据工人回忆，这名男子在跟付瑶讨论完大门的安装事宜之后，就和付瑶一起离开。这名和付瑶一起离开的男子是谁呢？警方调取了相关方向的监控视频，在一处交通卡口，经过海量筛查，民警发现了付瑶乘坐一辆银色轿车，车上还有一名同行的男子。警方意外发现，这名男子曾经在民警调查的时候出现过，并且提供过很多的线索。我们才想起来，我们第一次去现场勘查的时候，这个人当时就在现场，而且也十分积极主动配合我们调查呀，出去找人呀，啊，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方便，啊，看样子是态度很积极。这名男子叫韦斌，已婚，黄林本地人，在县城某单位上班。当时过来就积极对人感觉就是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啊，向我们了解一些情况，问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他可以帮忙，啊，跑腿干啥的。警方开始对韦斌进行调查，在调取韦斌的资料时，警方发现韦斌是付瑶的前夫。然后在跟我们民警这个交谈过程中，也提到了他曾经与这个受害人，原来有一段婚姻史，然后就是因为家里边不同意，也自己办的结婚，然后又离婚。他们两个已经离婚十几年了。他俩中间还有一个孩子，然后虽然说他们两个离婚了，但是这个女主人家里的孩子平时有些事情啥，他也都过来帮忙，啊，对这个女主人的孩子都进行照顾。付瑶与韦斌年轻时曾经是同学，后来发展成恋人关系，未婚先孕，育有一子，虽然奉子成婚，但是韦斌的家人一直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最终两个人离婚。付瑶带着儿子生活，韦斌在不久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但是这些年，韦斌和付瑶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于和付瑶一同外出的事情，韦斌矢口否认。他这个前夫跟我们说的是，他俩是各走各的，他自己开车离开了。这个失踪这个女主人是他自己走的。受害人说他好像要去单位值班。韦斌描述说，他的确和付瑶一起离开了付家，但是付瑶在路口便下车离开了，而自己则开车前往了单位正在施工的一处工地。他就开车去了距我们黄陵县城有30多公里远他们单位的一个工地上，检查工地去，然后说这个女主人离开，给他说他去上班了，然后我们就顺着他说的这个他去的他这个工地这个沿途的视频，我们就进行了调取。经过仔细甄别，警方搜集了大量关于韦斌所驾驶汽车的监控资料。后来我们侦查通过一个交警卡点抓回这个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受害人曾经乘坐这个嫌疑人的车辆，于当天下午六点多出现在另一个乡镇上。去的时候，他在驾驶室位置开着车，这个失踪的这个女主人就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然后到晚上10点多，他的车返回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监控视频，车上就剩他一个人。韦斌对警方撒了谎，监控显示付瑶并不是像他所说没过多久就下了车，而是和他一起开车去了其他的地方。他当时给我们解释的是，他
之前对我们说谎了，因为是他俩是那种关系，他不想说他俩还一块走了，害怕影响到他现在的家庭，害怕影响到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嫌疑人当时跟我们报案来的时候说了假话，然后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这个嫌疑人有作案的嫌疑，然后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侧面调查。警方并不认可韦斌的说辞，但仅仅依靠监控录像只能证明韦斌说谎，还无法证明韦斌和付瑶的失踪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就一直追问他这个问题，他看这个事情他我们有证据保不住了，他又说是他是为了考虑到他的影响，为了考虑他现在的家庭，他之前对我们说好了不想说是他们两个一块走的，然后他对我们说是他俩是同时去的，然后在工地上他检查完工地之后他们又去后面的山里又逛了一圈，然后他俩又是同时返回的。韦斌自称和付瑶在工地检查完项目后便一同驱车到腰平村后山附近散心，之后便一同开车回到了县城。付瑶和自己分别后，韦斌便独自回到了家中。通过我们几天的侦查，就是能分析判断是这个受害人曾经和嫌疑人于当天下午6点左右出现在另一个乡镇上，到最后受害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找不出的突破点。然后他又说是他是当天晚上7点多回到家里，然后他在家里就没有再就没有出去。警方叫来了韦斌的妻子，对韦斌回家的时间进行了询问。他现在这个老婆询问了2次，第一次他跟我说的是他老婆说是他7点多回到家里就看见他这个他丈夫就在家里。韦斌的妻子明确表示19点多的时候丈夫已经在家，这与韦斌的说法一致。这个男的想多次说谎，所以我们对他说的话就不是很确信，然后又把他老婆叫过来又再次进行了询问，给他讲清楚了道理，这个包庇这些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啊，然后他老婆也听懂了我们的意思，表示配合，给我们如实说了这个事情是他这个男的专门嘱咐他说，如果公安机关对你问你的话，你就说我是当天你7点多回来在家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分析判断出嫌疑人故意就是引发他当时活动的细节说了一些假话。韦斌再一次跟警方撒了谎，而且这一次他还让妻子刻意帮他隐瞒实情，这显然很不正常。当时他妻子也向我们说了，说是他也问过他老公，说那为啥这样说，他老公说是因为他和这个失踪这个女的这一层关系，现在社会上传下了他的嫌疑是最大的。韦斌的一再说谎让警方推断韦斌一定知道付瑶的下落。韦斌曾经说过他是和付瑶一起从腰平村回到黄陵县城的，警方以这个为突破口有了新的发现。我们通过调取沿途大量的监控视频和这个卡口照片以后其中有一张卡口照片清晰地捕捉到他的车辆，他的车辆前排座位上没有人，这个后排座位上也没有人，又再一次证明了他一直在向我们说谎。面对警方的再三讯问，虽然几个谎言都已经被戳穿，但韦斌仍然一口咬定自己和付瑶的失踪无关，只是害怕惹祸上身才隐瞒了实情。我们审讯他让他说他当天的活动轨迹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女的家里离开之后他去我们黄陵县的药平乡，他们单位当时在那有几个工地，
他去工地直接检查了工地之后，他又返回了，啊，沿途也没有停留啥。但是我们在去幺平乡沿途有一个监控视频，就拍到他的车在半路从一个小路口拐进去，在那里面停留了有40多分钟之后才出来，但是他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这个细节，啊，就证明他又一次在对我们警察说谎。这已经是韦斌对警方说的第四个谎言。他可以否认和傅瑶一起外出，可以回避傅瑶曾经和他去过工地，可以捏造回家的时间，可以隐瞒曾经在幺平村附近长达40多分钟的逗留。但即便这样，面对警方讯问，韦斌依然面不改色。不过这让民警更加确信韦斌与本案有关。就是对他问的越多，他回答的越多，他的谎言就越多，疑点就越大。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和他的各种狡辩、借口谎言，我们认为他有很大的作案嫌疑。韦斌这样的嫌疑人，参与办案的民警还是第一次遇到。随着调查深入，民警意识到韦斌是在刻意拖延时间。警方对韦斌采取的是拘传措施，一旦超过规定时限，就只能将其释放。一般情况下，谎言被警方识破，很多人的心里会崩溃。但是面对一个个谎言被揭穿，韦斌仍然是一口咬定他是和傅瑶一起回到县城的。规定的讯问时限很快就要到了，难道警方拿韦斌就没办法了吗？另外，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韦斌因为某些难言之隐，所以隐瞒了和傅瑶有关的信息，其实呢，他和傅瑶的失踪没有关联。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警方该从哪里突破呢？面对铁证，嫌疑人心里终于崩溃。他考虑了一会儿，就跟我们说，原来是他杀的。承认杀人，却为何依然无法破案？谎言不断，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此时距离傅瑶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3天，警方判定傅瑶被害的可能性很大，韦斌就是重要嫌疑人。民警再次对韦斌进行讯问，要求他就回城卡口监控拍摄下的图像细节做出解释。当时我们拿出证据说这个副驾是没有人的时候，他又改口又狡辩说，哎，当时半路这个女的说身体不舒服，又躺在车后排座位上，在后排座位上面躺着。但是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还是让韦斌的说法变得越来越经不住推敲。终于在规定时限到来之前，他交代了实情。然后他的心理方向崩溃以后，他考虑了一会儿，就跟我们说是原来是他杀的。原来5月27日当天和韦斌一同前往工地检查之后，傅瑶提出和韦斌去散散心，韦斌便开车来到了幺平村一处人迹罕至的空地，两个人在车上谈起了心。起初谈的还比较愉快，但聊起傅瑶儿子上学的问题时，两个人便发生了争吵。傅瑶要求韦斌为了儿子考虑跟现在的妻子离婚，同自己复婚，这一提议被韦斌断然拒绝。他和这个死者这个女的，他们两个是中学同学，在学校时候关系就特别好，出来之后因为这个男的家里一直反对，拖了几年也没结婚。这个男的曾经把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两个人偷偷去民政局都已经登记结婚了，而且最后把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但是这个男方家属还男方的父母还是不同意。后来韦斌与傅瑶离婚另组家庭，并且又有了一个孩子，对傅瑶的亏欠也使得他一直对傅瑶和儿子十分上心，他时常去傅瑶家的行为也是被妻子默许的。刚开始联系的时候，前几年他还管他也发现管也管不住，他俩也有孩子也有家庭，就这个他现在其实就是到后面几年的报道都是只要咱俩不离婚，只要我孩子还有个亲爸，啊，
你在外面爱干什么干什么就行。见妻子对自己不再责问，韦斌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他徘徊在两个家庭之间，甚至经常在傅瑶家中留宿。他一边照顾着他这个前妻的前妻和他前妻的孩子，一边他又要照顾着他现任的妻子和他现任的家庭，所以他多年来一直也在两个家庭、两个女人、两个孩子之间来回奔波，所以他的精神压力也特别大，精神负担。2018年5月27日，傅瑶再次以孩子上学的问题为由，要求韦斌同自己复婚，这个提议遭到了韦斌的断然拒绝。见韦斌不答应，傅瑶便提出要去韦斌的单位反映他生活作风存在问题。韦斌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间，傅瑶的这一举动激怒了他。他俩就为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争吵。争吵过程中，傅瑶的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两个人很快厮打在一起。一只手掐着脖子，一只手捂着鼻子和口。然后他说他的目的是想让受害，想让这个女的不要再挣扎，不要再骂，再说他骂他。但是投他松手以后，发现受害人已经不动了。情绪失控下，韦斌掐死了傅瑶。冷静下来之后，韦斌陷入了巨大恐慌。他当时一看那个情况特别害怕，他看人不动了，喉咙里面发出咳咳的声音。他把人从这个副驾驶位置抱下来，放到这个后排座位上，然后还对这个女的进行了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女的是呼吸啊、声音啊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最后的，他摸了这个嫌疑人脖子以后，发现没有脉搏了。韦斌将傅瑶的遗体放进了后备箱，开车返回了黄陵县城。在回来的途中，他决定去傅瑶家制造其外出的假象，但当时他并不知道傅瑶家中还住有建筑工人，才无意间被工人发现。而恰恰是这个举动使得警方在最初办案时受到了迷惑。就在警方以为案件已经破获之际，韦斌的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让案件再起波澜。给我们交代完他的作案经过之后，我们就问他这个尸体去了哪里，他就说我懂法律，你们公安机关找不到尸体，就是即使我承认我杀人，你们公安机关找不到尸体也没法定我的罪，我现在就不告诉你们尸体在哪里，我想考验一下你们黄陵公安有没有这本事，你们自己找去。韦斌的行为出乎了民警的预料，民警决定一方面继续对其展开深入讯问，一方面围绕可能的案发现场展开调查，寻找傅瑶遗体的下落。我们当时在这个看这个沿途监控视频时候，发现他从半路上从一个小山沟里面拐进去，在里面停留了有40多分钟，他才出来。当时我们怀疑是不是他在里面作案了，然后我们就对那个小山沟里面进行了这个大范围的搜索。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烟头，于是将这些烟头带回了公安局进行检验。我们把这个烟头提取以后，经过和他DNA信息比对，发现就是他抽过的烟头。监控显示，韦斌曾经在这里逗留了40多分钟，会不会尸体就埋藏在这里呢？警方组织人力对发现烟头的地点附近进行大规模挖掘。当时我们怀疑他是不是作案以后把这个尸体应该就是就近隐藏了处理掉，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小山沟里面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尸体。与此同时，审讯室里韦斌的态度也在一点点软化，说如果是你现在不向我们交代受害人这个尸体的藏迹点，我们如果找不到受害人的尸体，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孩子如果是你找不到尸体，
不知道是自己母亲这个尸体在什么地方，以后孩子祭奠母亲的时候究竟在什么地方祭奠。当时我们调整了这个审讯策略，就通过亲情，通过他俩之间的孩子感化他，教育他，你不告诉我们这个尸体在哪，我们这讲究人死了以后要入土原安，以后孩子大了连个地垫他母亲的地方都没有，然后通过这些方面对他进行感化教育，他最后给我们交代了他把他的抛尸地点。原来韦斌从傅瑶家中离开后便开车返回了家，一面交代妻子配合自己伪造回家时间，一面思考着如何处理后备箱内傅瑶的遗体。回家之后他在家里当天晚上他自己想的，他说是明天找个拿这个黑颜色塑料袋把这个尸体一包裹，然后他们工地有铲车，他借一个铲车把这个尸体拖着去我们华阳城郊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他把这个尸体扔到垃圾填埋场去，这样就毁尸灭迹了。韦斌开着从工地借来的铲车将一个装有傅瑶尸体的垃圾袋运送到了垃圾填埋场，在此期间韦斌还接到了傅瑶哥哥打来的电话，这个女的的家属还给他打电话了，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女的，他说昨天下午他两个从家里说完事之后他俩就分开了，再之后他也没见，当时给家属表现的也是特别着急。此时已是6月，黄陵的天气十分炎热，垃圾场的味道十分难闻，警方根据韦斌描述的地点开始了对垃圾场的挖掘工作。我们到这个他交代这个抛尸的这个垃圾场以后才发现这个现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当时要超出我们预期要复杂的多，这个垃圾厂是我们县上最大的一个垃圾场，每天的垃圾填埋量非常大，我们去准备的几把铁锨根本不够用。起初警方还带了警犬配合工作，但酷热的天气难闻复杂的味道使得警犬也失去了辨别能力，在工具有限情况复杂的情况下，警方通过协调调来了一辆挖掘机继续寻找工作。按照他跟我们指的位置我们挖下去以后挖了都好几米深以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女的尸体。2个小时后警方的搜寻工作依然没有进展，难道韦斌再次对警方撒谎？我们又再次问他，他说你放心，我把这么多事情都交代了，不会说这一点给你不交代，我也想给孩子留一个好的印象然后我们又再扩大在他指的那个范围，我们再扩大范围继续挖，最后终于把这个女的尸体给挖出来了。警方随后将遗体带回了公安局进行检验，经法医检验，死者正是此前失踪的傅瑶，死亡原因是窒息死亡。至此，这起恶性杀人案件被黄陵县警方成功侦破。表面上看，似乎是韦斌和傅瑶当年自由恋爱结婚，却遭到父母反对，导致的一系列后果。但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韦斌一直没有妥善地处理他和傅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韦斌再婚后，他和傅瑶之间不是离清，而是纠缠，最终傅瑶失去了生命，而韦斌将要面临严惩。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